现在已经关门了。因为金融危机的原因，你看从西方国家开始，我们北京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。你看好多大学生毕业，他们也找不到工作。反正就是那样，不知道怎么办。 该比在读什么，你要挑好人家这样弄。我也伤心，比不是人家弄给，不让东西偷走成你没有，你要给人。